主的大能的时候，向祷告感谢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，阿门。那个鸡，他说啊，这个听的。开动了，来开动开动，来那个，我们请那个长辈先吧，好不好？来，陆陆续续，好。这边晚饭，这边晚饭。他没空哎，没空啊，他没接。号码底下什么东西呢？它有英文字，啊，它就是呢，它我们要抽出一个字，好，抽出一个字，然后抽出完这个字呢，最后面谁凑完的这个字，啊，因为如果说没有的话就是没有。这样好了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一直可以选两个号。赢的时候就要给他的。黑白色，男生女生，你呢？我就是分成一个立即的一个行动，跟一个比较中期的行动。立即的行动就是说，让我们不管是哪个家庭啊，现在有了一些爱呢，我们能够让他真的在这个家庭里面，或者是在教会当中能够去行动开来，里面包括很多一些具体的行动，包括言语啊，对不对？像那个龙武第一个就说那个我爱你，他常常讲我爱你，赶快，师傅，师傅没有说我爱你啊。言语的、肢体的啊，还有平常的一些作息啊，尤其是像退休之后啦，一些共同兴趣的培养啊，出去一些社交的活动啊，锻炼身体啊，这样的。每个人爱他。寒暑假，我们就陪孩子读圣经。
开不慎，他们开始小区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不慎。我一想到我那个老二，他有一次长大，他还跟我讲说，我们小时候，他小时候人家不慎心，他还记得。有时候也许我觉得忘了，但是我的孩子还记得，所以觉得是值得投资。尤其说现在很多带着孩子的哈，你一定要试试看，带他们一起读圣经，一起祷告，一起祷告神来带领他们。那这是第一点，那第二点啊，才正式开始喽。我的圣经拿来。不可以玩，可以了。